就是水下的那一建筑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嗯、还没有，我们的也还没有，要炸起来的，我们的还没有，我的要炸起来的声音。2020，等下可以去读一下。箱子，箱子，水中玻璃屋放箱。嗯，我的矿石被挖了，有人把它挖掉了，哦，碰到有人哦，哦，有人来啦，没有换盾牌，全部都换。炸弹炸起来喽！嘿嘿，哦，太正常了！哈哈，被我的小孩咬了吧？笑死！哇，你不要偷我黄金！小孩、欸，他们家的小孩也来咬我啦！小孩揍他！小屁孩，哪里来的小屁孩啊？我在炸水中玻璃屋啊！小孩，你怎么都打不到他？哎、欸，真的打不到啊！啊，因为现在虚弱。对，嗯、现在的小屁孩是最强的，超强的无敌。傻眼，去死！我的黄金被挖走了。现在打不到人啊！哎、欸，人要腻啊，人要腻了。我觉得挖矿的人随时要带个木镐在身上啦。为什么呀？能用箱子在乱读吗？箱子战法。因为我在搞他们啦、啊。反过来他们也会搞你。对，所以你们先自己做好准备啊。我们这边分数大赚特赚了，我们水下玻璃屋有赌哈。嗯。有吗？有人吗？我下去看一下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对了对了。对了对了啊！我们这个开场1200的分数领先。好。他们出不来了，好可怜哦。只能往下或往上挖，对，舒服舒服，1200，1200，你要炸吗？你要炸吗？我没钱了，没钱了，你可以换啊，你可以自己炸。我自私哦，哇哇，你这个矿洞超坏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所以那时候哈基就很火大、啊。你是间谍，你还这样搞我们？我说我这个很早之前就想玩了，让我玩一下。欸、他们家楼下也有小屁孩，有人气我们接了。有一个那个西瓜，那个西瓜，那个西瓜，臭小屁孩，那个西瓜，那个西瓜，什么？讲清楚，就那个西瓜，那个西瓜也许会。欸咬他！关注小屁孩，那个没有。哎呦，把小屁孩关注了。哇，我的小孩！哇、哦，有他！小孩死掉了。小孩。哇，你怎么没保护好他、啊？他用，你知道他用各种方式啊，那个 TNT 攻击，就是要你的小孩的命。无良父母，我可以这样对待小孩？等一下啦，他们家的屁孩走开！你说那水中玻璃屋那边的屁孩是不是？对啊，那超满，你走开！不要打一个小屁孩去，而且你是打不了他的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又一个小屁孩出现了，你只能用TNT炸他。哦不，对，屁孩咬他！哎、欸，他们屁孩竟然咬他们自己人哦，这么凶哦，这么屁哦，太屁了吧！真是太咬死了！哎哎，竟然跳出来！哎、啊，好强！这底下玩这对哦。不是啊，你们去买个木镐就好了，你们不买木镐，又在这边挖干嘛？买木镐，不要放。他们想把旁边筑掉，可是旁边不能破坏。小屁孩下去！哎呦，有封印小屁孩，封印小屁孩！哇，我差点死，差点死！哇，小屁孩好可怕。在这个阶段，小屁孩天下无敌。嗯，跳跳，我们的矿洞一堆陌生人。对啊，好啊，我也去他们矿洞玩。他们的洞坏了，香港，所以只能来我们的洞。对啊，莫名其妙，变爆破。哎呦，快要600喽！真假的？好。嗯。他给我肉吃哎、欸，都是套路，肉吃都是套路，套路来就把你杀掉了，他先养胖你，就跟小雨那天一样，你拿了我的肉，我不应该付出钱，还好杀狼人那个啊，狼王那个啊，先养肥，先把养肥再说，
那也老醉。太衰啦！你叫我跪一下啦！哦，一下啦！老醉游出去很快诶、欸。很快啊！游泳很爽啊！可不可以？楼下的地方是可以，可以来弄。不行！我被这个游泳害了。沉沉了。怎么了？游太快了。不是，我游一下，马上变成趴着，就挖的速度变更慢了。哇！哎、欸，那600，哎、欸，可恶，中间有人，哎、欸、呀，掉下去了，哈哈哈！笑死！我们家有人，直接摔死了。100挖了，下面100没有。结婚协议才两军分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刚刚没钱嘞、欸。我也是。两个人都没钱。西瓜太卡了，西瓜。哎、欸，惊吓西瓜、哎、又是你。哎我的姐，不刚才讲，叫他只能守家。木剑，我被穷光蛋了。木剑来打人！啊，我用木剑来打死人！哎、欸，感谢你。哎、欸，灵魂交换，交换、欸，交换！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国王，注意你的位置。你有没有技能？我觉得他还在挖矿哎、欸。对，我也觉得哦。完了，我们的完了，国王、哦、他在中间。反过来，他们的国王呢？他回到我们家，他回到我们家。对啊，本机，你刚刚在哪？我没有装啊，你回来给我这边干嘛？小雨，我也没装、啊。小雨，好，在我们家。塞了。10秒后，那已经转完了，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。啊，在我们矿洞子、嗯，他说在矿。不说。哎、欸，奴隶有3了吗？好像还没。啊、等一下，大家钱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包机，有用保险柜一接。这个谁用不到了？我用不到，丢掉。我们还是人呐、啊，至少铺个路让我们走嘛。哇好哦，这鱼人没钱了，学到了精髓。干嘛？想教你吗？鱼人精髓。对，鱼人的叫声，鱼人教室。我想看那鱼人叫声是谁配的哦。哦呦，吓死人！一定超难配，中间跨的贵。然后被打，马上游走，游超快跑走。对啊，有人来我们家啦！他在赚钱呢、啊，比游泳啊，还没东西啊，还没奴隶噻，奴隶问号还在负债啊！有人在炸我们的小船，哇！然后我们有盾牌，他一直在追我，漏水啦，家里漏矿坑漏水啦，哎。这是怎么漏水的、啊？我看看。为什么都挖不到黄金啊？给不给活路啊？啊，这里。给你点钱，你还欠钱呢，还想要黄金？我就是负债想赚钱啊！打，无敌了吗？怕了吧？紧急逃生出口。漏水了，你的逃生出口漏水啊，很严重啊！200，后面有敌人，200。200后面有敌人，来打我啊！200打架，小雨后面有敌人，小雨打架啦！这样你是要挖去哪？来路，后面的黄金我要接收喽！耶、yeah ！可恶！嚣张！嚣张！哎呀，金苹果，没关系，他等下还你一斤。变成一斤吗？哎呦，很多、哦！哇，小屁孩的声音。哦、我们被看光了，我们啦，哦，亮晶晶呢？哎，20，有没有道具是可以繁殖下一个地方使用的巫术之类的？救我，巧克力！来了，还有盾牌啊！繁殖对方下一次使用的巫术。小雨，救我！哎呦，他那个反制对方下一次使用的无敌啊！不，比如说扣50分啊，扣50元啊，欸、变成是说他们扣50块。他攻哦，他顺走了，就是他剩无师之徒，4D也要顺走。
对，我相信你懂了。嗯，相信你懂。太复杂了，就是，效果反弹啊。比如说我炸他的东西，我炸他的东西，结果换成是我。然后就赌博类啊。哎，又来又来了，小雨又来了，又来啦。对啊，看他打谁，看他打谁，就你最特别，就你标新立异，那就你最，不要动你啦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这样，他来再打，哎呦哎呦，家居，结婚结起来，他来了，怎么都没有黄金啊？这个国家怎么回事啊？哦，看谁是国王啊！快打屁股，打屁股，啊、屁股屁股！耶、yeah! 欸！又一个，又一个，怎么又一个？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怎么又一个多？他怎么跑回去了？他怎么会躲我？这么好笑！哎、欸，挖到一个本机！还想躲、哦？我看到你的脚脚，嗯，怎么他是连线不稳吗？还是断线？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个之前有玩过几次，他比较卡，所以他都要守家。哦，有力三，谁买的？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屁孩吗？打他！哎，来了，打他！比较大的哦，大屁孩，放假的，哎呦呦，他变牛排了，放假的，的确是放假了，周休二日的，嗯，我要最近是连放，你后面啊，怎么了怎么了？你在哪？哪里有人啊？他过来啊！我叫警察。家里还是矿里？矿吧。哦，家里没人在家，哎，船上，我们都在矿里啊。相信你可以干掉他，你失败了，你还有第二个你。对，对是另外一个你很快就会出现了。对，你要相信另外一个你。又来了，前一后啊，不敢了。挖矿，他左边也有一个，左边又来哦。好，先回去。又来一个哦。嗯。有完没完啊？杰克这边有人来哦，他退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还有箱子哎！哦，原来他是哦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我的对象，你竟然就这样把他杀了，这样好啊，你就有那个啦，离婚的钱。也是啦，突然有钱了，有钱，突然有钱了。来了，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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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杰克，人来了，杰克，我知道，我打走了，我开始掉了，你知道名字，不要喊我们的小雨，小雨掉了，耐心高高了，小雨，给你 apple， 二零还吃，啊，看戏。看戏看个屁啊！哎、欸，有浅浅，哇！前一后，一前一后，干掉，然后又变成金苹果了，还给我盾了，好爽！里面有好多浅浅。哎、欸，那个王八蛋，又来了，那个王八蛋，哇！又来了，怎么这么凶？哇！大家在打我们的人，还来我们家？你以为你是死人鱼？是的，说什么？给我一些手榴弹，怎么只给我钻剑啊？没有用。嗯，我已经连好一条路到他们老鹰那边了。好、哦，哇，小雨你负170啊，小雨。啊？哎、欸，哦，他们刚偷钱是吗？不是，是你那个吧？离婚是负200。哦，我刚好结婚了。对啊。结婚都不知道了，跟在和结婚的你，他都在帮你出气啊。他什么时候结婚我都不知道、不是吧？不是跟酱油，跟那个小帮手、啊。小帮手、哦，因为他嫁给别人、啊。难怪小帮手钱那么多、啊。我心有不满。
小王是很开心，拿了很多钱啊，好爽，好爽，赚，赚了一波，又来国王，又来啊，又来打我们的人，你再活二十秒，还顺走，国王，二十秒，二十秒，努力，本机相信你可以，再十十，没事啊，他顺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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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回去赚口口，养大家。哦、你不用回去啦，你回来啦，我们都不做事了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时间要到了，看我钱，我钱，我的钱已经被你光光了，我钱，哎呦，哎，我们家怎么准备哦，好，买，先没办法领钱了，东西现在能买吗？不行，有钱才可以买，有钱，村民可以点吧，有钱的话就，村民可以点，但是你要身上有带钱呢、啊。嗯哦，有了，身上有卵石，看要不要换钱。哦，这个逃生路线，什么都不能开，放满卵石，放满完成。哎，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赶快去抢中间哦！豪华婚宴，婚宴，你看。豪华婚宴，没钱喽，没钱喽！哇，对方已经到中间了，他好快啊！我才刚要买东西，马上就没钱了。我想炸他，我还没炸到。有吗？为什么要把这些？抢到那爆冲有用？可能是用爆冲，两百块被抢了。我都不珍惜，我又不是自己把钱掉进水里面，我是被砍的哎、欸。我不抢钱哎、欸。这里。ZP 吃我狂暴，下一个还跑，我们家玻璃屋有人了，玻璃屋有人了，哎、嗯，亮亮的，两个两个两个，一个是谁啊？好啊，还吃，我要吃金苹果，喂喂，不要跑。哇，无敌，无敌氪金苹果，不要跑！哎，我要扣钱啦！我说你们怎么安静？哇，这狂吃金苹果、欸，气死！有钱就是人气。哇，他死了竟然还有炸弹，一个自杀炸弹客。对，但我反而东西变多了。还获得到东西，城市揍他，不是揍我城市。继续玩，继续玩。不是揍我啦。